美眷，似水流年，豪门大家的起落与浮沉，姐妹四人的情感与生活，时光在优雅与美丽中回旋，岁月在离乱和回忆里沉淀，良辰美景奈何天，人文深呼吸之他们的秘密，继续为您讲述张家四姐妹的情感故事。张家四姐妹，唯有三妹张兆和离昆曲有点远。在少女时代，她还会和姐妹们一起登台，但在结婚之后，就彻底放下了身段和唱腔。不过，她的爱情却像牡丹亭一样脍炙人口。沈从文张兆和之恋是民国文坛最纯情的一段爱情故事。才子佳人不知被多少人艳羡，但对当事人来说，有几年却是一个在追，一个在躲，一个痛苦，一个惶惑。1929年，张兆和已是中国公学大一的学生了。这个19岁的少女在学校被誉为黑牡丹，还收到了很多的情书。这件事不止她自己意外，连张家姐妹们也觉得不可思议。二姐张允和就说，在张家老大元和才是美人，而三妹张兆和，她皮肤黑黑的，头发剪得很短，像个男孩子，这一点张兆和也承认。当年的张兆和在大学里选了沈从文的课，下了课他还嘲笑这个新来的小说家老师。沈从文是受校长胡适之聘来做讲师的，据说这个当过兵的小学毕业生面对黑压压的学生，紧张的话都说不出来。但几天后，张兆和收到了一封薄薄的信，只有一句话：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。这封信是老师沈从文写的，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爱情传奇就这样开场了。张家老大嫁给了昆曲名伶顾传介，二姐张允和自由恋爱，与周有光携手一生。常常有人把他们比作是牡丹亭里的杜丽娘，觉得他们都是用情至深的人。小时候，三妹张兆和也跟着姐姐们一同学习昆曲，不过她并不喜欢才子佳人的故事，而喜欢演闹剧。一开始几姐妹水平不分伯仲，不过有一年，张兆和陪着家里姨奶奶去上海就医，耽误了几个月。张元和张允和都已经在家里学了游园和金梦，他就赶不上两个姐姐了。也许正是这样的一个原因，他后来不像其他姐妹一样一生痴迷昆曲，而在他真实的爱情故事里有着许多让人忍俊不禁的细节。据二姐张允和回忆，大学时三妹张兆和同她无话不说，收到的每一封情书都会给她看，张兆和给这些情书编上号，标着 frog 几号存起来，唯有沈从文的情书没编号。有一次二姐张允和打趣她说，沈从文该排到癞蛤蟆13号了吧。在张兆和的心里，当时的沈从文也许就是一只癞蛤蟆。沈从文一天给他写一封信或者更多，从不间断，
信都很厚。张兆和不胜其扰，就拿了一堆沈从文的信去找校长胡适。胡适看了信，笑笑，沈从文顽固地爱上了你。张兆和脱口而出，我顽固地不爱他。这是张允和书里写的，他记得很清楚。从胡适那里回来后，三妹张兆和就和他说了这件恼人的事。可到了晚年，等他们都有了孙辈，张兆和却全盘否认了，他没说过。张兆和后来为什么嫁给了沈从文，至今仍是一个谜。最初他并不爱他，甚至有点讨厌，连他赖以成名的小说也不喜欢读。从小把张兆和带大的保姆也瞧不起沈从文，觉得一个小学毕业生配不上自家小姐。可是沈从文去了一趟苏州九如巷后，张兆和就接受了这个大他八岁的小说家。而且张允和记得，那是1932年夏天的一个早晨，张家门外来了一个文文周周、秀秀气气、穿着一身灰色长衫的年轻人，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。来人就是沈从文。沈从文造访九如巷之后，他与张兆和很快就谈婚论嫁了。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，详情而且允和替他提亲，并且说要是父母同意，就早日通知他，让他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。就这样，二姐张允和成了媒人。她向父母一说，张武林夫妇欣然同意。做了媒人的张允和就去电报局给沈从文发了一个字的电报：允。允是他的名字，也是同意的意思。不过，张兆和又悄悄地去了趟电报局，补发了封电报：乡下人喝杯甜酒吧。他怕沈从文看不懂二姐的电文，特意用了一句他信中的话。只是张兆和的婚后生活很难说美满，他常常失望。就像胡适说的，有生之年他都没能理解那个挚爱他的小说家。论门户，张兆和与沈从文也算是门当户对。沈从文的祖父是曾国藩手下的骁将，做过贵州提督。张兆和的曾祖父是李鸿章手下的大将，做过直隶总督。只不过沈家早已一穷二白，而1933年的张家在老二张允和结婚时还拿得出2000元的嫁妆。张允和夫妇还用这笔钱去了日本留学。可等老三结婚时，沈从文写信给岳父张武龄说不要嫁妆，对于家道已经中落的张家来说可谓如释重负，但也让张兆和的这个新家一无所有。小说家的生活总是艰辛的，张兆和常常要为酱米油盐而操心。他说，我跟沈从文结婚后就没胖过，一直瘦得皮包骨，而在此前他一直是胖胖的健壮少女。有一次张兆和问沈从文，美貌的人多的是，为什么独独爱上了他？沈从文解释了一大通，觉得没说清，最后写了几句话：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这几句话被后人奉为爱情经典。那么张兆和又爱沈从文什么呢？有一种说法，他是爱上了沈从文的信。他也确实不止一次地说过，他的信写得很好。这些信让她陶醉，她沉浸在小说家丈夫的情物中。无论如何，张家三小姐的人生从此跟她的小说家丈夫交织在了一起。
张兆和个性倔强，似乎不像她的姐妹们那样纤细文雅，但是在这段爱情传奇中，她也都有着非比寻常的坚持和信念。最后要说到的就是张家小妹了，和三个姐姐不一样，四妹张充和从小就过继给叔祖母，在合肥老家长大，幼年时期的孤独使她习惯了一个人生活。也因为养祖母从小延聘了名师执教，张充和的古文和书画底子在四姐妹当中无人能比，所以在张家四姐妹中，四妹张充和最多才多艺。有人说她用诗词书法绘画昆曲还有美丽的旗袍书写了华彩的一生。1933年的秋天，三姐张兆和与沈从文在北京结婚，参加完婚礼的四妹张充和就住了下来，在北京大学旁听，准备第二年报考北大。考试只有四门课，国文、历史、数学和英语。前两门课他6岁就开始学了，至于英语也是在父亲办的乐意女中学过一年，在上海又读过一年，觉得也不难，只有数学他死活都学不会。那一次考试他给北大出了个难题，国文满分，数学0分。北大有规定，一门功课是0分不得录取，爱猜的考试委员会给批改数学卷的老师施压，要求重批，看看能不能给几个分。这个老师再批了一次，依然给了0分。考试委员会只好另想办法，让张充和进了中文系。中文系主任就是此前的中国公学校长胡适。张充和人在北大，心却在清华，他每周都去清华，和在那里读书的弟弟张宗和一起去听一堂昆曲课。后来因病退学回到苏州，他还和大姐张元和一起跟着周传英学戏，这让他更加痴迷昆曲。大姐张元和说他简直是着了魔。虽然张充和喜爱昆曲表演，但是他并不那么热衷于登台，他更喜欢是和朋友们待在家里，或是参加曲会。他的姐姐们一开始学习昆曲就有专业老师的指导，因此也会培养他们参加舞台表演，但张充和却是通过书本来学习的昆曲。他从小就读过《牡丹亭》《桃花扇》这些古典小说，舞台上的一幕幕还有那些华美的唱词都给他似曾相识的感觉。而这个爱穿旗袍的女子不用登台也光彩照人，她走到哪里都不乏追求者，诗人卞之琳就爱了张充和一生。他们相识于1933年沈从文的家里，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也不时的相遇，却最终没能修成正果。就像卞之琳那首著名的《断章》写的那样，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，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卞之琳就是那个在楼上看风景的人，他沉默寡言，学沈从文写了很多信给张充和，但不敢当面说出他的爱。不过即使说了也可能落个无趣，二姐张允和曾想促成这一对，问过四妹对诗人卞之琳的看法，张充和的打分看上去不及格，他不喜欢他的新诗，觉得淡而无味，人也太嫩了一点。后来在四川
经历战争之痛的张充和倒是有了安家的想法，卞之琳眼看就要逆势上演爱情传奇了，结果又被四川大学的一帮教授乱起哄，坏了好事。学者张世钊曾给张充和写过一首诗，把他比作三国的蔡文姬，这令张充和不快。不过他后来自嘲说，有一点我像蔡文姬，都嫁给了胡人。他嫁的胡人叫傅汉斯，是个德国汉学家，精通七八国语言，到中国来是想寻求一番奇遇，顺便也挑战一下号称最难的语言。傅汉斯满载而归，没几个月他就精通了汉语，也遇上了现实中的杜丽娘。1948年，在大军围城的北京，傅汉斯和张充和举行了基督教婚礼，随后二人移居美国，在耶鲁大学任教。傅汉斯教中国诗词，张充和教中国书法，课余时间传播昆曲。2003年，傅汉斯去世，张充和依然健在，年逾百岁。而他的三个姐姐也有着不同的命运轨迹。1949年5月18日，大姐张元和跟随丈夫顾传介去了台湾，他们的一个女儿则留在了苏州。到了台湾，曾经的昆曲小生顾传介不再登台演出，即便戏曲界旧友找上门来要他一起振兴昆曲，他也是无动于衷。1966年，顾传介去世。1972年后，张元和移居美国。2003年去世。二姐张充和与三妹张兆和选择了1949年后留在大陆。沈从文这个曾经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中国作家，后来不再写作，专门研究文物去了。1988年，沈从文去世。7年后，张兆和在整理沈从文写给他的书信时，突然理解了丈夫，不过他却感慨道，已经太晚了。而二姐张允和与周有光在抗战中失去了女儿，连独子也中了流弹，差点就性命不保。生命中的无数次危机，张允和都扛了下来，他从来没有抱怨，牵手周有光走过一生。2002年，张允和去世，时年93岁。周有光至今健在，已经108岁了。这是四姐妹的故事，也是一段如花美眷、似水流年的往事。今天昆曲《牡丹亭》在戏台上被一次又一次的演绎，那样的美好与宁静中，我们找到了逝去的时光，还有那份